咁但係因為我哋相信咧，我哋嘅皇帝主耶穌基督，佢係一個非常好嘅皇帝。佢同其他皇帝唔一樣，唔會高高在上，而係好樸素，甚至係俾人迫害，好貧窮嘅一個皇帝。甚至乎咧，會帶領我哋挖到深處，去揾翻自己嘅星照同埋使命，為我哋遮風擋雨。送俾大家呢首歌啦，《不一樣的皇帝》。在墓里要人埋葬各种宝藏，是为大神唯有被葬以决心被葬，没法知道能够再隐藏。让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主，赞美主。